年度港台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十大金曲，《光年之外》，2016年至2017年，在咪咕音乐年度累计销量315万5562。年度最佳人气女歌手 ，Jim 邓紫棋。第十一届音乐盛典咪咕会最佳人气歌手奖是由百万粉丝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咪咕音乐客户端等多家线上平台选出 Jim 邓紫棋，以1293万3972票夺下最佳人气女歌手。再次恭喜 Jim 邓紫棋！哇，邓紫棋 Jim 今天是黑纱美人呢。Hello， 谢谢咪咕音乐，谢谢甬道清，谢谢我的唱片公司蜂鸟音乐，还有谢谢我的歌迷。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年能够成为咪咕新史。我觉得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也会继续的实现我的这一个使命。一直希望可以用音乐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也希望就是不会再辜负所有喜欢我音乐的朋友们。希望在你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任何时候你们需要鼓励，任何时候需要陪伴，我的音乐都会在你们身边。谢谢，谢谢，谢谢，恭喜 Jim 邓紫棋。